真耶稣教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节，从前某百姓的声，现在怎样孤单地坐？从前伫个国中做大的，现在竟然亲像寡妇。从前伫遮个城中做王后的，现在正做进贡的。伊眉间痛苦，目屎流到满面，伫一切所亲爱的人中间，无一个安慰伊的。伊的朋友拢用诡诈款待伊，正做伊的仇敌。三章，犹大因为遭遇苦难，佮因为受到济济劳苦，就迁徙到外邦。伊住伫个国中，无通找到安息，对逼伊个，拢伫下下所在，将伊约着锡安的路径。因为无人来修圣者，就悲伤。伊个城门拢冷静，伊个祭司脱开，伊个宰席女受艰难，家己也受苦。五节，伊个敌人作头，伊个仇敌行凶，因为耶和华为着伊真济罪过，予伊受苦。伊个囡仔予敌人掠去，锡安城的威严全拢失去。伊个首领亲像找无草场的鹿，伫追赶的人的面前无气力行走。七节，耶路撒冷伫困苦困逼的时，就追想古早一切欢喜的事。伊的百姓落伫敌人的手中，无人救济。敌人看去，就因为伊的爬远啼笑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正做无清气的物，并所尊敬伊的，看起伊赤身裸体，就拢看轻伊，伊家己也脱开倒体。九节，伊的误会是伫三基，伊无想到家己的结局，所以拄到非常的败露，无人安慰伊。伊讲：耶和华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扩大。十节，敌人伸手抢伊的苞米，伊看起外邦人入伊的圣所。论这个外邦人，你勿吩咐，毋通入你的会中。伊的百姓拢脱开，寻求食米，因用好米换粮食，爱救性命。因讲：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是真卑贱。十二节，恁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个事感觉恁无干涉吗？恁得观看，有亲像这个临到我的痛苦无？就是耶和华伫伊发大生气的日，予我所受的苦。十三节，伊对顶面予火入我的骨头，克制我。伊张罗网，颠绊我的脚，予我滑倒转。伊予我同日冷静昏去。我做过的担，是伊的手所拔的，亲像担的锁，甲规条下伫我的颔管。伊予我的气力衰败，主将我交伫我所袂当抵挡的人的手中。十五节，主轻弃我中间一切勇士，召集济济人来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主打犹大的百姓，亲像伫石窟中一样。我因为这代志啼哭，我的目屎切切流。因为迄个同安慰我的、救我性命的，离开我真远，我的惊疑无疑我，因为仇敌较赢，锡安伸手，无人安慰。耶和华论到雅各，已经出命令，
予四位的人做伊的仇敌。耶路撒冷伫因中间，亲像无清气的面。十八章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伊安尼款待我，是因为我违背伊的命令。众百姓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。我的在世路甲少年人，拢予人掠去。我叫我所亲爱的人，因却欺骗我。我的祭司甲长老伫找求粮食救性命时，就伫城内断开。第十节，耶和华求你观看，因为我伫患难中，我的心肠焦急，我的心伫我内面乱糟糟，因为我大大背逆，伫外面刀剑予人死惊，伫厝内亲像有死亡。日在听起我吐开的有人安慰我，却无人。我的仇敌拢听起我所遭遇的患难，因为你做这个事，因拢欢喜。你要予你报告的日子到，因就亲像我一样，愿因所行的歹，拢摆伫你的面前。你怎样为着我一切罪过宽待我？求你照安尼宽待因，因为我吐气真济，心也欢喜。